飞往拉萨，珠峰之行再次开始。要出发了，桑珠给大家送行。帮我拍照。哎呀！沿着雅鲁藏布江，从拉萨往日喀则开。的吃饭的帐篷，这是我们队员的帐篷。今年的帐篷比去年又有提高，更高了。人在帐篷里面能够站起来。我主动替 A 组选择了后边第二排帐篷，这是卡凯、薛伟的。这是我的帐篷，我的帐篷已经全安顿好了，还有灯。看，这是我的卧室，这是我的走道，这边是我的起居室，所有的衣服都可以一字排开。这边是玄关，三双靴子都摆在这儿。外面下雪喽，珠峰子今天还不愿意让我们看见它。是我们的向导协作住的帐篷，还有炊事帐、后勤帐。这是大本营的厕所，距离我们的帐篷250米，足足要走了5分钟。就是在这种坎坷不平的石头地上走，早一早起来要上大号。组的帐篷，这是薛伟，3年的老队友。我跟大家拍照片的时候，我就坐在这里。哎，照，这也是，从3年前的北澳，2年前的珠澳游，去年的珠峰。老队友，老战友，我们全队的老大。这是我们全队的小不点，今年的新队友，从这边照，小美女一个，子君。这是老汤。最小的可是我是90后。对，最大的90后，对，生于65年的90后。小他妈的，不要脸！你讲两把。我们帐篷里有电视，可以放电视节目。抗日神剧，中汉语字幕，藏语对白。跟妈子给他们的。刚到你了吗？怎么着？北光，哎，看看，这2年前主要有的队友，摄影设计师，摄影师。出发，今天拉练到5800米坡度阵地，在那过夜，明天回来。头一个是我们的向导徒步，然后老汤、
张司令、张伟东、薛伟、鲁达、PP， 这谁这是？叮当、莎莎、布登、老赵、张、康凯、七和叶，我们的向导兼摄影师格桑、闲人。今天拉链离开5800米过渡营地，目标是6500米的前进营地。这段路风景越来越漂亮。昨天下午到达前进营地，海拔6400米，然后晚上开始下小雪，夜里刮大风，现在风还没有停，所以什么时间都没有。远处是山脚下，这是珠峰风，看看上面的风有多大，看那个奇云刮的那个速度。腊八日风，其实这个风在这儿并不算大的，也就是中等，相当于感觉上相当于平原的7-8级吧。看这个旗子，昨天夜里的风比前天更大。Blessed, I guess.
不一样。就是在大概爬了四分之三的位置，这个大的冰洞左边的时候休息时发生地震，今年路线全都改了。攀登的开始，6800多米，短暂休息以后继续攀登。哎，这是裂缝是吧？再往前迈一步，哇，咱俩站在裂缝里。6900多米了，哎 ，Where are you from? Ecuador. Oh, you're with Dopo? Yeah. Who just passed me? And you? I'm with the Chinese team. Uh-huh. Yeah. What's your name?上去就是北澳顶嘛 ，Never seen it。第三次来，应该今天能见到了。这个大裂缝看着挺吓人的，所以这就是著名的北澳。它是
爬了三次才爬到的，海拔7000米。第二次上北澳，最后一次拉练。今天天气太好了，微风晴天，我们等了9天，终于等到这么一个好天气。我的队友们今天第二次到了，海拔7000米的北澳营地，底下就是绒布冰川。这就是珠峰，我们冲顶时会沿着左边这个山脊一直往上走，走到顶，然后往右转，沿着这个山脊，最后到顶峰。这是7000米，顶峰8800，能看得出来第一台阶、第二台阶、第三台阶，就是最后山脊上那三个鼓包。哇，看北澳这个营地其实很危险，你看这么大的大裂缝，每年都在变化，能扎营地方非常有限，非常小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哐这个大裂缝一裂开，这个营地也就没了。这里是张子峰，海拔7500多米。出发，登顶的路途正式开始。那个米干什么？米米米，等一下。米米米，吉祥的。对对对对，圣母圣母，这些许愿许愿。来，给我一根。撒一下还是三下？一下撒完。没事没事，对着那个圣母，你们自己许愿。撒几样？许完愿就撒过去就可以了。我嗖嗖嗖嗖嗖嗖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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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发了出发了，冲顶了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冲顶的路上，这是第一天第一阶段，一切都才刚刚开始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大家状态也很好。今天我们从5800米的过渡营地出发，往6400米前进营地走。这珠峰好美啊！
从6300多到6500，各个国家的团队的帐篷密密麻麻。好，那咱们开个会啊。这个大家，我刚才算了一下，从4月6号拉萨报道到今天16号，整整40天的一个时间。然后，大家这个在这个40天里面啊，我们共同的努力之下啊，这个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这个所有的适应性拉练。那就到现在呢，我们就要进入了最后的这个冲顶阶段。那我也是刚刚这个接到的这个西藏气象局的这个气象预报。和这个我跟其他的这个队伍，然后美国的天气预报、瑞士的，然后印度的，我都去参考了一下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这个真的是这个好的这个天气窗口已经来了。来了以后呢，我在这个中间又选了一下，选的我们20号冲顶是应该是一个最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气窗口。那20号冲顶的话，那就说明就是我们明天就要从这儿出发了。但是明天天气稍微差一点，明天17号还是有点风。但是对我们来讲，这上北澳，这个风速和这个稍微差点天气，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。从后天咱们从那个北澳开始上，就是往上走的话，就是那个7000米的这个风速只有10到16，最高是16，最高是16，整个18号一天的这个风速最高16，这个天气就风速就特别的好。那大后天19号我们要上这个8000米，就是最后这个8300最后突击营地，那一天天气也特别好，8000米是14，所以这个19号的这个天气也是非常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风速。然后包括20号也是，20号那一天8000米我们要冲顶的那一天了，就是最高早上啊，但是下午它有22，下午22，但是早上都特别好，一直到2点之前它最高风速是16，最高风速是16，包括这个气温啊。最低的气温是-27度，到-13度到-27度，最低气温，最高气温是-7度到-15度，这个是8000米的这样的一个气温，所以从气温也讲，然后风速，然后还有这个风向，都对我们特别有利。然后另外呢，我有几个要跟大家要那个具体的啊，有几个要跟大家说的，就是我们要这个冲顶之前有几个要求吧。要求和这个希望，那第一个，其实这些都是已经我们在之前在拉萨那个开会时候都已经说过的。那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关门时间，关门小时，关门时间9个小时，这个大家也是之前也是听说过、看到过很多次了。所以呢，我想这个也不是希望了，这个是要求了。一个，第二个呢就是听从我们的你们的向导的安排，然后在到达顶峰之后啊。我希望大家的这个时间不要超过20分钟，我给大家是15分钟到20分钟。祝好运，高谢谢，好运，一定的，做得很好。等你的好消息啊！我在，哎呀，好，加油！你今天上去吗？我明天，后天。你们到8300时候我在。好，那我在北澳等你的好消息。好，加油！谢谢。祝好运。Thank you.
韩凯，别掉坑里啊！过来，迈过来。加油，加油，韩凯！不知道，那家就那这那这里别掉坑里啊！那是慢点走。这非骑到那坑上面，你看这。细节，不光是爬山本身。哎呦我天！老哥，你喝不喝？我不喝，谢谢。你不喝？喝脏了，要不要？一口。脚跟冷，脚跟冷反射。它是蛋白粉，然后添巧克力味儿。到了北澳一号营地，今年第三次了。看远处雪坡顶上有人在往上走，辛苦了，不辛苦，加油啊！安阳的，谢谢，辛苦。这是早上来建营的协作们。辛苦，哎，不错，不错，谢，慢慢上，快到，哎，辛苦了，谢，别拉杆 ，thanks。哎，经过五个多小时艰苦卓绝的攀登，又到了一号营地，这是我跟薛伟的帐篷。现在外边起大风，幸亏我们到的早。休息，听外面风雪交加，现在在7300的位置，后面搭的是张子峰，那边中间那个是赵遨游。老陈到这来，
在这里大概海拔7300多米吧。我们今天出发是7000米，目的地是7800米，所以还有漫长的过程。右前方这是珠峰顶峰，今天大部分队员都从7000米就开始吸氧，但是我和几个队员没有，我们要从7500才有氧气，所以现在走得很慢。上来了，上来，可以了。这5月19号早晨，我们在2号营地帐篷里，这里是大风口，现在外面刮风，我觉得风很大了，但是向导说这是正常的，这是薛伟，哎，我的向导福布斯人，薛伟的向导扎基斯人，他们说这是正常的，还可以爬，我有点不相信。对，看吧，有他们带，有他们带领，应该没问题。拍一下我自己。大队人马上来了，叮当上来了，七哥，这谁啊？老刘吧？孤灯，孤灯，上来上来。
要吗？现在我们已经爬到了海拔8200米，一直刮着大风，对面就是两年前我们爬过的卓奥有峰，现在跟它一边高。今天好多人在往上走，虽然风大，走一步就是你的人生的新的高度。远处那个峡谷，那就是大本营。台阶，I can do this. I can do this.第二台阶堵车排队，已经等了20分钟，向导说估计还得要等半个小时，幸亏天气好不冷。
这是第二台阶的下半段。现在应该是莎莎在最上面，快上去了。就是第二台阶上面著名的中国梯子 Chinese Ladder。怎么上？你这个人，有什么能用吗？对，都可以。没事，可以的。到了，顶峰，一个是吧？不是，二百米，还等。
还有200米，他们已经上去了，十分钟，七点上去了，就是先在这等啊，可以上去啊，等先换氧气再走，先上去。顶峰前最后一小段路，那前面是我的向导徒步次人，再往前面是老赵马上就要登顶了，不行不行，两步就到了。Congratulations.下来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我到了，恭喜恭喜！看到了。恭喜！谢谢，加油，球队！马上到了啊，加油！谢谢。加油 OK 谢等一下，我马上给你拍。等一下，等一步，马上来。再等一下啊！马上上啊！看这里，我转，看这里。秀，这一个纯分的。
没想到，啊，真没想到，啊，太激动了。嗯，嗯，我现在到珠峰顶端了，好激动！今天是我妈25岁生日，谢我妈，祝我生日，感谢我爸我妈，还有我姐姐，我的女儿 Ashley，I love you。所有的亲朋好友，我的老板，我同事，所有爱我、关心我、容忍我，有了你们，我生活才有意义。最后，我最爱的那一个人，我之前的所有一切，因为你，又更有意义。Love you。不要拍我们照，自己赶紧下去，不要拍别人了。这是最危险的横切，现在还有双向会车。老郑，老郑。